球给到张世峰，再给到另外一边，邱一强切进去要飞扣，结果是德瑞克的火锅打下去。如果这个球能扣进的话，肯定是精彩好球，精彩好球，五大好球。看周怡翔的一个想要尝试扣篮，不管是动作或者是跳起的高度，其实都已经足够可以把球塞进篮筐。哇！不过看到德瑞克的火锅打得也非常准。以内线球员来讲，三次的失误算是比较令人意外一点。郑仁威在前面。哇，这球差点打到我们记者席的电脑了。现在陈靖环上来，戴维斯接球，单臂的大鹏展翅，直接来一个暴扣。可以再给到外围林伟汉，比了一下自己切入拉杆上去，反手的一个高级动作。对，我们看到这球其实它在空中，哇，算是拉了一个杆，从对角线拉到对角线啊。可惜连续两个篮下的出手都没能把它送进篮筐。文成想要空。这个洋将间的配合，由本土洋将传给外籍的洋将 Chrissy Davis。